我已经打电话报过警了，你们现在放开我还来得及。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还在噩梦里吗？大巫贤，纸新娘迎来了。很好很好，粮食将到，时候刚好。我听得出你的声音，你是村长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？我是大巫贤，是藏尊之口舌，你是纸新娘，今天正是要送你去侍奉藏尊的吉日。什么巫师啊，新娘啊，你们有病吧？快把我放开，警察就要到了，我听到警笛声了。良辰吉日已到，恭送纸新娘出嫁。良辰吉日已到，恭送纸新娘出嫁。是傻金刚，沙金刚来砍人头了。天皇皇，地明明，六藏菩萨真英灵。沙金刚被我驱走了，都回来。看你们这点胆子，怎么服侍藏尊他老人家？已经开始祭祀了，为什么煞金刚还会出现？是不是我们做错了啥事儿，让他老人家发怒了呀？啊，都别慌，我们去庙里请示他老人家。藏尊的头呢？这煞金刚不光砍人头，连藏尊的头都敢砍了。去年鬼节，藏尊的头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掉在地上了，这是不是什么预示啊？我们村儿要倒霉了吗？这是他老人家的神奇，说我们办事无头，应该先办一天大宴，再嫁纸新娘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呀！我们马上就去准备大宴。哎，先请纸新娘到藏宫里休息一下，婚宴明天一早就办。藏宫里有殷童子镇守，他肯定跑不了。让推人下来很危险呢。Thank you.
是真人，我还以为是雕塑呢。你是陶家的梦魇吧？你终于回到村里来了。什么呀？你怎么？是啊，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，变化不大，你和小时候长得一样。你怎么也这样说话？不要吓我呀！你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我是大巫贤，是藏尊之口舌，而你是纸心羊啊！怎么又来一个大巫贤？你们是量产的吗？大老人家千面千口，你看看坐在这里的都是大巫贤，我呀是在这儿修行呢。房子和桃仁都是些什么呀？看起来阴森森的。那是民宅和阴仆，生前有罪的人就会在桃仁上刻上名字和八字，把魂儿囚进去，永远在这儿侍奉大巫仙。
是个聪慧的执行娘啊，藏经阁的机关你也能破解得了。你们到底信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这地宫里各种不同教派和民俗的东西都有，还有什么六藏菩萨？可不能直呼其名，要叫藏尊。藏尊包罗万象，所有咒法神术都是他老人家的神通。什么包罗万象啊，你们就是些疯子。那个怪村长一会儿说良辰吉日，一会儿就改口说要办一天大宴，根本就是现编来骗人的吧。那家伙法力还未到，就不应该唤他当大巫仙。我当大巫仙的时候啊，
新娘要端庄贤淑，不要到处乱跑了。这藏宫可不是一般的地方，当心遇到了凶煞。什么凶煞？你说的是那个叫煞金刚的无头鬼吗？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煞金刚是千年前见神杀神、见佛杀佛的凶煞，最后是藏尊出手才镇压得住他。每到鬼节啊，还是要出来作祟，最喜欢砍人头了。你见到过煞金刚，那可要小心一点，被他盯上可没好下场。煞金刚可不认你是不是纸新娘。哼，反正留在这里八成也会死，我看这鬼啊说不定还比你们更讲理呢。无闲之火了呀，你说话总这样装神弄鬼吗？这只是一根普通的蜡烛吗？这蜡烛可不简单，这是做花了的大无闲的化身，是他老人家的圣火。你们总说什么纸新娘，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就是纸新娘，前世你错过了，这辈子就会把缘续上，就算你们搬走了，你还是会回来。这些事我早就预言到了。你预言？该不会就是你乱说话害得他们把我当成什么纸新娘了吧？宿命宿命啊，我就说过你要回来，果然应验了应验了。说我比那个新任大巫贤更有大智慧，就这样把你丢在藏宫里不管，他就不怕你就跑了，乖乖留在这儿等着婚祭吧。你果然是骗我，我的头好痛啊。怎么可能，这铃铛虽然不是真品，但也传了几百年，是有藏尊法力的，怎么就坏了？这铃就和你们村里那些怪风俗一样，早就腐朽了。别走别走，你要是进了鬼西楼，会把那些不干净的东西放出来的。谁要理你？